嗨，各位车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。我今天啊要来讲说我们的第三堂线上课程上线啦。这里面我会教你第四阶段、第五阶段的刹车，也就是带刹入弯。什么是带刹入弯？带刹入弯怎么做？里面都会教你。如果你会带刹入弯，你就会开始把车子控制的如鱼得水。OK。我的第一堂线上课程教你第一阶段刹车，我的第二堂线上课程教你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刹车，第三堂线上课程教你第四阶段、第五阶段刹车。这三堂课都是我这四五年开单速车的所有心得和经验，我就在这三堂课全部分享给我的车友。刘德华说的嘛，赚到就是要给人，学到就是要教人。啊，也感谢各位车友的支持啊！我之后啊也会把我在第一兔上学到的挡车跟前刹的技巧一样，把它变成线上课程分享给各位车友。啊，等我把第一兔学好啊 ，OK， 那就这样咯，祝各位车友技术进步，拜拜。